大家好，今天用土豆分享好吃的，虽然没有肉，但是却比肉香。首先将土豆去皮，去皮后切成1厘米的片儿，再切成1厘米的条。最后切丁，放入水中浸泡一下，这样可以增加土豆的口感，还可以防止氧化变黑。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豇豆，切成段儿，配个色，一根红椒切成小丁。3瓣大蒜，拍散后切成末。锅烧热后倒油，倒入蒜末炒香。炒香之后，来一勺老干妈，一起翻炒。之后倒入土豆块。炒油之后倒入豇豆，一起翻炒5分钟。5分钟后倒入红椒，加入适量的盐、生抽。翻炒2分钟，一道非常好吃的炒土豆丁就做好了，香辣下饭，好看又好吃。喜欢吃土豆的可以试下这种做法。